站好，预备，太极拳观摩表演，教练团行最敬礼，敬礼，相互敬礼。那右手边是我卫政的镇长哈，丁学忠丁镇长，运动能预防疾病，靠着我们运动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哈，那来纾压脑大脑产生一个叫脑内啡哈，那这个脑内啡会产生让人感觉愉快的一个感觉哈，那我们在这边一起共襄盛举，来推动泰拳的运动，预祝我们今天活动顺利圆满成功，也祝福大家身心平安快乐，谢谢。为了运动爱台湾的活动哈，你家齐聚一堂。对太极拳然后会使讲非常好的运动啊，就把咱所谓精气神然后甚至呢会当强身。观音观啊是一个好山好水的所在，除了呢咱会当出去个户外行行的之外，咱也会当透过运动吼，把咱大家啊身体愈来愈勇。啊，尤其咱希望呢观音观每一个乡亲啊，咱的这个吼啊生命吼都能够延长。甚至哈，我们的生命品质啊，要越来越好。超量哈，有一个所在叫做云顶之丘，你看个大的哈，一看会当当有三万起呀。云林县太极拳协会分线出一个各地方的聚会，每一个会员对着太极拳的推动都非常积极。啊，尤其是阮后辈哈，阮后辈即马阮爱好太极拳的。诶，时代拢非常侪，啊，大家拢做伙伫各大呀吼，做伙拍拳，啊嘛是时常甲咱四乡镇诶一寡时代，大家互相咧交流。我记呾顶个月才交流啦吼，顶个月啊，着大家约来伫迄个各大家，大家共同交流。太极拳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好对身心这个问题诶一个真好个运动吼。嘛，足流的啦，算流行的一个运动。啊，像我代表会主席就任了，我积极推动着咱好会吼各单项的运动，太极拳就是其中之一吼。李阳嘛，要感谢大家哈，因为今天有你们的参与，让我们整个活动更有活力跟意义在哈。那美瑶要祝福所有的哈，我们所有的大哥大姐，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哈与会的来宾长官。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
Thank you.
那今天的活动我们会在云林县体育会的一个脸书来做一个公开哈、哦。那还有目前学员运动指导团哦，有空的话有脸书再帮我们加一下云林县爱健康巡回运动指导团哦，在我们脸书里面按赞，因为这个月我们来到了虎尾镇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谢谢。好，进之后各单位把那个椅子先推定位。